好朋友哦，对对，弟弟啊，也弟弟哈，稍微有点寒冷，对，这样子比较有冬天的感觉哦，对，真的这样子才有一年四季。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天气，是凉凉的，对呀对呀对呀，哇哇哇，凉凉的啦，刚刚比喻刚好，好冷哦，看到我们水姑娘变化那样清凉的服装，这个嘛给我回笼到个骨头吧。有敬业精神，大家拢热情不减哦，对，热情洋溢。所以讲，咱继续，把咱的实力、咱的热情，甲吹入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乱乱刷乱赞哦，这首赞，咱的志海君跟咱欧尼友都有唱过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是聊下哦，短短台南站，是咱唱一首歌，来了解老师小赞的，了解伊的歌词。继续哈，短短台南站，先阿特别介绍，这其实是在描写一个女生。嘿。在台南站的，一起都坐回家，因为呢，他的另外一半呢被关在监狱里面，因为呢是误判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有关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女生每次都从台南要坐车去跟他判监，所以那个在台南站哦，那个去判监的那个心情，所以你注意看你里面的歌词，就是这个女生呢当时描写她心情的，继续呢故意想抒情的来听歌声哦。
一票。对啊，所以你们是叫晴天，之前叫晴天，哦，现在改叫晴晴，对，这样比较好记。叫什么？比较好记，比较好记哦。对啊，很好记啊，晴天很好记啊。还是有人会忘记哦？有，这